大家好，我叫江丽娜，我在1997年10月26日出生于美国 Houston， 从小生长在中国四川成都。在军人家庭中成长的我，热爱健身、舞蹈、书法、绘画以及古筝。我始终坚信着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而当中的为己则是不断的修为自己，磨练成人。中学时期的我曾代表学校到香港女子中学展示民族舞蹈表演。身为校园主持人，我之后有幸去往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学习。15岁时只身回到美国，担任学生会策划主席，精心策划布置并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校园庆典和师生交流活动，并有幸成为了学术荣誉团体的一员，在课后进行课后辅导与讲解。在一次校园暴力的演讲当中，深受影响的我决心成为 Alameda County Sheriff Office 的一员，在校内校外抑制校园暴力行为，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向校园内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。我曾多次进行了防身训练，完成了 Active Shooter Scenario Training， 并获得了荣誉奖章。行万里路就是读万卷书，在2016年，我便去往西欧，驻足瑞士、意大利、德国等多个城市，参加了中国油画大师冷军的法国国际画展。之后，我便在暑假期间回到成都，加入了关爱空巢老人计划，并在四川电视台实习编导策划，为解决边远城市家庭纠纷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筹备善款的工作。刚步入大学的我，与校友成立了校园内学期第一个华人社团。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我们，我有信心能够团结一起，越挫越勇，百战百胜。我是七月封面佳丽 Janella 江丽娜。